相较于过去，它增加了6万。那听到这边觉得，哎，奇怪，那我们是在讲 CP 值，这个涨价不太对。不过呢，它虽然说价格增加6万，但是它多了2项重点配备。在国产的中型 SUV 来说的话，它的扮相真的，10个人看到它，有9.5个人都说它非常的帅。